电梯怎么了？检查一下电机呢，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。哎，师傅，这得修多久啊？不好说啊，这突然报的警，几个小时吧。那么长时间啊？要不你们等会儿吧，这30多楼也不敢让你们坐呀。哎，走楼梯吧，走楼梯吧，锻炼锻炼对身体有好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坏了？要不然我陪你走下去。好吧。这女人啊，就像鲜花一样，有人疼爱才更美丽。就像这次咱们做的这个韩国 MK 品牌一样，在一个玫瑰花盛开的房间里面，公主等着自己心爱的王子出现。你也想到了？在一个玫瑰花盛开的房间，从 3D 的服装展示到现实的形象代言人出现，一切如梦如幻，从幻想到现实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你不会啊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随便这么想想。我们的创意和你们的 idea 绝对不冲突。公主坐上南瓜马车，去皇宫参加舞会，最后遇到自己的真爱。如果我们把 bus 都装扮成南瓜马车，在固定站点接送嘉宾和媒体 ，What do you think？这既能为来宾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，而且还在城市进行了推广。哎，这个想法挺好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，不过，咱俩可是竞争对手，你把自己的 idea 告诉我的话，你就不怕吗？你别忘了，咱俩共同效力同一家公司，表面上看咱俩是竞争对手，可是 MK 这个项目一直是你负责的，今天也应该如此呀。这么说，你帮我就是为了公司着想了。灰姑娘也不应该每天都在母后的家里忙碌，要偷偷跑出去参加舞会的嘛。嗯，木兰现在肯定特别感动。进展怎么样？还算顺利吧。嗯，他们两个人如果能有一次那种亲密接触就好了。多少偶像剧的男女主角都是在楼梯间里擦出爱的火花的。嗯，有道理。哎，要不我们把他们锁在楼梯间里好不好？姐妹，这楼一共有30层，你把每层楼梯间都锁上的话，你是想减肥啊，还是想死在楼里啊？嘘。哎，你到底吃的是什么呀？豆豆，你们吃吧。还有多少？还有一袋。走，我们再回去一趟。啊？啊？什么啊？有意见？都9点了，我还去前面那家泡芙店呢。8点钟开始打折，9点钟就关门了。对，泡芙，好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我陪你一块买。哎，我的豆。那只有咱俩去了。去干什么呀？去了就知道了。郝先生，方便的时候告诉我具体楼层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才走到13层。亏你想得出来这个主意，这么黑，你让我怎么下来啊？先出吧。嗯，没事，我帮你下来吧，小哥。好，好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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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
就是这个效果吧？哎，一切为了客户嘛。这航航要是看见，肯定伤心死了。一切为了客户嘛。走。哎，我这儿给你留了一颗，要不要？不要，我要吃饭，我好饿。郝先生，五楼没有灯，注意脚下。熊小姐可能会摔倒，随时做好扶她的准备。就这样。还有多少层啊？啊，快了，快了，已经到六层了。啊，还有六层呢？哎，这层灯怎么坏了？你慢点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稍等，这是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啊，帮我拿一下。哎，别管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我得捡起来，别把其他人摔了。那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你晚餐只吃了一盒沙拉，在六点的时候。你饿不饿？你晚上只吃了一个沙拉，而且才六点。你观察得很仔细啊。现在都这么晚了，你肯定饿了。对了，拐角有一家咖啡馆不错，要不然去坐坐。你也知道那儿啊？对啊。走吧。哎，这里的面包和窝粉都不错的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只有烤串。哼哼，点菜的在这儿呢。我来。他们家的面包和窝粉味道非常好。嗯，就这个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嗯，挺好吃的，真的。服务员，麻烦你来点蜂蜜。嗯，你也喜欢晚上吃他们家蜂蜜啊？看来咱俩不太想那个策划案一样，连吃的口味也差不多哈。那你别看了，赶紧吃，别看着我吃啊。啊。越是难搞定的女人，看上去越容易上钩，事情比我们想象的顺利多了。当然顺利了。从现在情况看，熊木兰对郝勇没有一点反感。那么从普遍的角度来看呢，没有反感就是有好感的第一步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熊木兰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让人难以靠近嘛，啊。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而已。欺骗女孩的感情有那么有意思吗？欺骗女人没意思，但……别这么看我好吗？我从来不骗人，我从来不骗女人。一会儿也得上去一趟啊，忘不了。你陪我一块儿去啊！啊！我给你买泡芙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把这个装回五楼。怎么样，吃好了吗？啊，饱了。哦，对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哎，今天是我约你吃饭，怎么你买单呢？哎，你别跟我抢啊！你今天呢，给了我很多的灵感，就应该我请你。你要跟我抢，我给你记。哎，我钱包呢？啊，你别急，肯定不会丢的。我是说，刚才我在路上看着你没丢任何东西啊。那会不会落在那个楼梯间了？在楼梯间我还特意留意过，你没丢东西啊。会不会落在公司里了？我明明记得我放在包里了呀。不行，我得回公司看看，我那钱包里还有好多证件呢。哎，你别忘了，电梯间还在维修，难不成你要爬上三十楼啊？还是我来。服务员，来，我买单。谢谢啊。钱包落到公司里了，打车总需要钱呀。啊，
100就够了，不用那么多的。你明天上班还要打车？谢谢。好，慢点啊。明天见。拜拜。这个就是熊木兰的办公室啊，也不弄点花花草草什么的，太没有生气了。OK， 可以走了。等会儿，还得把这东西装回去。哦。咦，好啦，咦，没想到装个灯泡也不是那么难嘛，我第一次装的。姑娘，你知道你有多重吗？还是不知道，反正呢，吃多了时候会重一点，吃的少呢就会轻一点。你今天肯定吃了一只大象，快快快，装完下来吧。哎，不，这太高了，我怎么下来啊？别慌，别慌，别慌，我慢慢蹲下，我慢慢蹲下，你别慌，不要慌啊，不要慌，我慢慢蹲。喂，三十层真的挺累的，不过我觉得这三十层走得挺值的。我感觉我和他越来越近了。接下来该咋办？接下来？嗯。接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做。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木兰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啊。看出来了，她之前从来没主动进过郝主管办公室，还笑着进去了呢。不过这人出来脸色就变了呢。这你还不知道吗？木兰跟郝主管。你看现在情形挺好的，你干嘛这样？他那证明你还是不够了解女人。木兰，这早上还好好的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那刚才我看你跟郝勇……哎，我跟你再说一遍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嗨，我都是过来人了，什么我看不出来呀？要不我给你撮合撮合。你知道公司第三章第十五条是怎么写的吗？公司内部禁止谈恋爱，有事儿吗？没事，你出去吧。哦，好。策划案发给你了，快拿去邀功领赏吧。哎，主管。PPT 我已经发到您邮箱里边了，抽空您看一眼。好，那这几天就辛苦你了。我呢还有一些新的想法，到时候咱们再讨论一下。没问题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这。
行了，木兰，你就别生气了。现在还不承认你跟郝勇？哎呀，我觉得呢，郝勇身边新来的那个女助理跟丁雨挺合适的，要不你去撮合撮合他们。你这是在嫉妒？行了，我就是在嫉妒。哎，其实这些我都懂。郝勇呢，确实是个好男人，而且我也发现，他一直都对你有好感。你想想，在公司你们一直是竞争对手，他可一直从来都没说要和你抢什么 case。还有，开会的时候你和他发火，他哪反驳过你啊？女人呐，这辈子最大的成就，不是要接多大的案子，而是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爱自己、特别懂你的男人。你看，我和我老公现在不是也挺幸福的吗？最大的成就，不是要接多大的案子，而是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爱自己、特别懂你的男人。郝勇发来信息，熊木兰已经在看 PPT 了。航航，你可以准备了。你确定你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这事儿几年前我已经干过了，这种成人之美的事儿我最喜欢了。完了？完了，删个 PPT 而已嘛，我已经在文件上稍作修改，他用什么软件都已经找不回来了。喂。还不关机，等着找你要备份啊！喂，谢谢你啊。怎么还没走啊？哦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得晚点走。啊，需要我陪你吗？哦，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看你挺着急的，是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明天早上要用的 PPT， 我忽然找不着了。怎么会出这种问题呢？难道没有备份吗？我给丁宇打电话，他的手机一直关机。哦，你先别急，我帮你看看。好。哎，你有没有这个版本之前的备份呢？我原来都是在原版上修改的，所以没想过备份的事儿。那有没有这个记录啊什么的？我只有手稿。哎呦，那要这样的话，只能重新做了。重新做？那肯定是来不及的。啊，你别担心，我帮你搞定。当然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乐意为你想了。那你就费心了。我觉得啊。咱们公司以后真的可以添一些新的项目，代做广告文案啊，还有这个什么策划什么的。这 PPT 做的，好家伙，秒杀所有的广告公司。你怎么想做广告不做约会了？哦，我还是喜欢约会哦。哎，也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么多，熊木兰到底会不会感动。丁宇，你有没有跟公司同事谈过恋爱？小眼神怎么那么阴险？你说这种人太业余，我们专业的。从不吃窝边草。嗯，吃饱了，站起来活动一下，继续吃。Thank you.
这个 PPT 做的比我原来那个还要好。哎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简直就是个天才啊！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呢？那我累了一晚上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怎么着也该请顿早饭吧。行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一会儿在前面咖啡厅等你啊。哎呦，这儿怎么了？哭成这样了都。老主管说我什么都不会做，让我回家。这事儿闹，我一直以为郝主管对柳玲有意思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给开了。朋友从台湾带的玄米茶。可以缓解疲劳。谢谢啊。啊，我听说你把新招来的女助理给开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她长得那么漂亮。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我找助理是干活的，又不是当个花瓶摆着。那男人不是都喜欢漂亮的女人吗？哎，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。你观察倒挺仔细的。哪有？其实柳玲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哦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说真的吗？啊，我喜欢你这样类型。如果这个熊木兰真的接受郝勇，恐怕郝勇就离开这个公司了。那倒不见得，如果熊木兰真的爱上郝勇的话，他很有可能主动提出辞职。为什么？在感情中，女人总是比男人感性的，一旦爱上了，她就会比男人牺牲的更多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，还有比你来的更晚的呢。不是，丁宇怎么还没来？他在午饭前被木兰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去了，估计现在还没出来呢。那我们就不等他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我找你们来呢，我主要是想感谢你们。这个周末木兰已经主动约我看电影了，看来他现在已经开始接受了。其实追他不是一件难事儿，这关键就是办公室恋情，说到底啊，它是一件麻烦事儿。其实这个我也想过了，就这几天。我打算辞职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他正大光明的谈恋爱了。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。各位，最新消息，熊木兰要跳槽了。今天中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我以为他要跟我聊工作，结果我就知道了这个消息，而且他要带我走。真这么说？辞职了。
中午12点，我在楼下咖啡馆等你。为什么辞职？那如果我是为了换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呢？你信吗？我不信。那如果我是不想再和你为了一个 case 争得头破血流呢？其实呢，跟你竞争才是我的动力。你要是走了，我跟谁斗啊？那如果是为了你呢？你看，也许你再过半年就能升部门的总监了，那如果你真是为了我的话，你觉得值吗？值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职场跟我喜欢的人竞争。那要走，也应该是我走。你是一个女的，你混到现在这个位子很不容易，你为了我失去这份工作太可惜了。我是一个男的，我什么都要经历。但目前对我最大的挑战，就是要追到你。你什么时候追过我了？我们一直在追求你啊。你们？哦。你往那边看。其实，他们都是我请来的。啊，你别误会啊。我请他们来并不是为了工作，而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追求到你。你就那么确定我能答应你吗？那万一我不答应的话，你不就白辞职了吗？那看来我只能把我的辞职信交上去了，对吗？那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就算是我答应了你，你放心，我会跟你斗下去。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强劲的对手。辣手的办公室恋情也可以被我们搞定，真羡慕他能找到我们这么专业的约会专家。好，虽然说离开了公司，但结果也算是圆满的。为了爱情放弃了面包，多感人啊！我要吃五份意面奖励我自己。说到底，办公室恋情还是不碰的好。你说藏着掖着憋屈，公开了处处是压力。同意。哎呀，得了，要不离开，怎么可能走到一起？还给我！您说的意思我都明白，那你还是过来一趟吧，很多问题当面说比较好一些。好的好的，那一会儿见。谁要来啊？一个客户，听声音应该是个老实男人，家里给安排了无数次相亲都黄了，他自己压力也挺大的。这个周末他又要相亲了，就想上网找找经验，就看见咱们公司网站了，我给他推荐了约会培训的套餐。他有兴趣吗？有是有，不过估计应该挺抠的，一个劲儿问我哪个套餐最便宜。你约几点啊？下午1点。那我去吧，你最近也挺辛苦的。你也没闲着呀。心疼你不行吗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心疼我？我是你的合伙人啊。李先生，我觉得无论从你的家庭还是个人来说，其实都算是条件不错的。啊，虽然当今社会女孩对男孩要求会稍微高一些，但也不会那么苛刻。起码这个基础条件你都是具备的，是吧？有房，有车。
那都是我爸妈的。从普遍意义上来讲，你爸妈的其实也是你的。好，那么年收入10万，其实不算高，但是已经超越了大部分女孩的心理底线了。工作不错啊，程序员，属于高科技人才。而且你没有不良嗜好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泡夜店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自身的一个形象和谈吐。我每次约会吧都说不好话。那么我觉得，从普遍情况来看，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相亲类别的里面 B 套餐最适合你。B 套餐，先生，我在网上看的 A 套餐是最便宜的，对吧？对，相对便宜一些。但是你要知道 ，B 套餐比 A 套餐多出2个项目，那就是形象改造和谈吐培训。目前这2个项目是你最需要而且最实用的。李先生 ，B 套餐只比 A 套餐贵了800块钱，而且我们的原则是先收取50%的定金，那么剩余部分呢，到你相亲成功之后再支付。怎么样算相亲成功了？到我结婚啊？啊，不。从普遍角度来看，相亲只是男女认识的一种途径啊。那么，如果你们经过第一次相亲，然后顺利的相约了下一次见面，那么就算相亲成功了。李先生，这么说吧，在之前的相亲经历里边，你有过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没有。哎，所以我们的服务就是，在您第一次相亲成功之后，可以顺利的进行下一次约会。好。谢了，张总。李先生你好，我是和普遍一个公司的，你叫我柳林。你好，小姐。我们第一步呢是改变你的外观，下一步改变你的衣着。李先生，你别那么害羞嘛，我又不是老虎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那咱们走吧。走。相信我，别不相信了，这就是你。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之前只是看别人这么穿，从来没想过自己也能这么穿。那是在你遇到我之前的事儿了。怎么样，觉得帅吗？帅，换上这个眼镜。李小姐，我没有付钱啊。就算是我们公司赠送的吧。公司真好，每次都有惊喜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好多了。李先生，我渴了。嗯，我也渴了。李先生，当一个女孩跟你说我渴了的时候，你应该回答说，那你想喝点什么呢？哦，你想喝水吗？你要说你想喝水吗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只想请她喝水。你应该回答说你想喝点什么呢？真有学问。那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我该怎么答了？李先生，我是真的很渴啊。我也是。到了呀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李先生，你离我太远了，你离得这么远，我都不知道你是在跟我说话。你稍微离近点好吗？来，你控制好距离，别离太近了，然后咱们再来一次，好吗？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您到了呀，我是不是？
李先生离我太近了，你这样的话我差点喊非礼了。对不起啊。那咱们规定一下吧，好吗？来，70公分的距离，这个距离最科学了，这样不会让女孩觉得太过生疏，也不会觉得有些拘谨。70公分啊。你真有学问。就不说那个了，咱们正式开始啊。好。嗯，没有关系，是我到早了。说话呀！哦，不是，我你演的太真了，跟真的一样，我还没入戏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拜托了，李先生，我是在陪你训练呢，我已经尽可能的在投入了，你也稍微投入一点好不好？你今天下午就要相亲了，时间很宝贵的，好吗？来来来，那咱们接着来。那这么说来，平常你都是和机器打交道的喽？说呢，其实是程序。我具体是做程序结构设计的，就是在一个软件的设计初期，我要从用户的需求和体验进行着手，进行分析，然后了解整个程序的运行环境和硬件条件，从而构思整个程序的结构。这些就是我。这些没有女孩子愿意听的，除非她也是个程序员，否则你这么啰啰嗦说一大堆，她会觉得很烦的。那我该怎么说呀？你应该说，平常我都是和机器打交道，所以呢，我没有什么时间接触女孩子。这样的话呢，女孩子就会觉得你的工作对于感情的威胁构不成很大的威胁，所以她就会觉得很放心。这是把你枯燥乏味的工作缺点转化为优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过柳小姐，编程这个工作呢，并不枯燥，而且很人性化的。那我按你教的说，怎么说来着？啊，我平时和机器打交道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女孩子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没有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谁信呢？真没有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谈过恋爱，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女孩子会觉得你有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男孩28、9岁了没谈过恋爱，你试试换一种说法，别的说法。换一种说法。对。换一种说法。不是，李小姐，那该怎么说呀？你就说我刚毕业的时候，因为工作不稳定，不想找一个女孩子，又不能给人家稳定的生活。这两年呢，虽然工作上稳定了，但是呢，就越来越忙了，所以就没有时间谈恋爱。也就是这样，你这两年都是一个人过的。你怎么知道呀？我就是这样呀。我怎么知道，李先生？那你能不能这么说呢？这孩子真是死脑筋的。不是，姑娘说的对呀。你们怎么来了呀？姑娘，你教育的好，教育的对。李超这孩子，以后找媳妇啊，就全靠你了。靠我？对呀，姑娘，你刚才教他的，我都听见了，就得让他学。学会了，这找媳妇儿啊就有指望了。放心吧，阿姨，姑娘，就靠你了，真的啊，全靠你了啊。回来了。辛苦辛苦。进展的怎么样啊？好男人又是一个好男人，我都奇了怪了。你说这些本本分分的好男人相亲约会成功几率怎么那么低呀？非得让咱们给培养的满嘴胡言乱语的，才能讨姑娘欢心呢。那不得怪你们女人吗？嘴上说着要找老实本分的，实际行动起来都喜欢跟能言善辩的聊。你们女人真是口是心非呀。就普遍情况来看，男性的思维过于理性，而女性的思维又偏感性。如果你想感动一个女孩，一定要用她想要的方式去爱她，用一些小浪漫、小惊喜，比如说下班后突然出现在她公司门口，找一个纪念日带她去看一场烟花，休息日为她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等等。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花，时不时的送她一束玫瑰花，一定能够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就普遍情况来讲，花店在晚上9点后的价格会低于白天。总有不得已，
或错过了相遇，阴差阳错留下遗憾结局，从此就小心翼翼。有没有什么捷径让感情路不再扑朔迷离，告别那纠结和失落的情绪？扑灭爱情迷谁，伤谁的心，谁又能真的说清？别犹豫，坦白面对感情，爱了别管谁输谁赢。不变爱情与谁，伤谁的心，谁又能真的说清？没有失去也没有规则界定，爱了就要痛快甘心。相爱的你不再迷惑，不再需要道理，条件都变成浮云，我想会永远爱你。就算一路会有崎岖不平，你让我找到了心中的勇气。不变爱情与谁，伤谁的心，谁